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透过 Eleven 体育家族来收看2019 FIBA 世界杯资格赛亚太区的现场直播。那么今天要带来的现场直播则是 A 组的赛事，由中国对上韩国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到了韩国来，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谈到目前其实在战绩部分，中国第一场比赛是跟香港，那在这一组里面有香港，那香港因为主力球员 ABL 都去香港东方，所以都没有办法来参加国家队这次的比赛，所以在这场自己的教练其实也说了是来学习跟观摩的，所以在这组里面纽西兰、韩国跟中国其实前三名晋级到下一轮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对于战绩部分会保留到第二阶段。那么这场比赛韩国在主场要面对中国的比赛，阿丁你觉得会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五六年级生最熟悉过去亚洲杯的冠军赛的一个阵容的一个组合啦。在伊朗这个黄金世代还没成型以前，一直以来亚洲杯都是这两个国家来拿冠军的。那但是呢，这场比赛打下来到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主训啊，感觉他并不是真正是最主要，毕竟他这一次是分成两队，那这次由他中国的所谓的红队出来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看到很多成员呢，其实我看到名单下很多人可能是他们整个国家的二队甚至三队都应该排不到，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组训里面，可能就是姚明他有一套策略，未来的一个国际赛的模式，除非奥运，除非到世界杯前十六，否则他所有的比赛都会分成两边。那这样的一个名单，我很难想象在这个赛前记者会，其实或者是有访问到中国的这次的代表队的教练李楠，他说韩国的内线很强，哇，这个过去以来都是中国的内线很强，竟然他会讲到韩国的内线很强。那不难看出他会讲这样的话，因为毕竟中国目前最高的只有王哲林212公分，其他都在206、200左右，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身高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当然中国在这一场会倍感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射手群跟后卫群又没有韩国那么刁，又来到韩国主场，所以这一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应该是韩国整个优势是在中国之上。对，那另外一边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在韩国的部分，第一场比赛是做客到了纽西兰，但是纽西兰他那场比赛靠着全准犯全场拿下22分的一个表现哦，那帮助了韩国队86-80拿下了首胜，那表示他的后卫群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刁钻的，而且有身材有高度。但是另外看到中国的名单，其实在后卫群的部分，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又有可能会被韩国队的后卫群给压下去。当然，而且这一次过去我们都是知道中国的后卫是比较高大，就反过来这次因为韩国这个90后的崔俊勇真的表现非常突出，200公分的身材打后卫，那反而是反过来了，不管是中锋的优势出现，现在连后卫他的身材优势也出现了，所以中国在这一场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再加上过去包括他们韩国赢纽西兰的一个方式就是区域防守，那或者是包夹防守，中国这一场后卫是不是能够去破解对方的包夹跟区域防守，这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负的关键。对，那讲完了前锋跟后卫，那中锋刚刚阿丁也谈到了，其实对于中国的中锋今年看起来在红队这边要比起韩国今天派出来的阵容金钟奎、吴世根等等硬碰硬的话，其实在前面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韩国队对上纽西兰其实也没有吃亏，今天对上中国这样的一个身材比较之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我想目前看出来在王哲林稍微高了一点，其他都差不多，可是胡斯跟这些中锋他们的中距离非常了得，对到纽西兰的时候几乎都拉到禁区以外来投篮，那搞得纽西兰这些216的冲锋出不来啊。那相对的中国的中锋一直在 CBA 都是硬碰硬，在禁区去跟人家硬碰硬，可是如果今天他的脚步跟不出来，被韩国的这些中锋群投开了，那中国会打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过去呢你不管是后卫或前锋追韩国的这些人都追得很辛苦，如果中锋再追得很辛苦的话，这场比赛韩国大概拿下的胜率就很高了。好，那讨论到这边我们赛前分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比赛现场。新义大旺399无限量无限量，司机上网无限量无限量，施华旺外一直降一直降，现在就到亚太电信一起无限量。 GT 智慧生活好礼乘三，三班就抽法国双人游，限量空流保温杯带着走，还有日系顶级下步骤骤骤。利落有型，极致保暖，完美无缝新世代羽绒衣 Uniqlo 无缝羽绒外套。
回到 Eleven 体育家族。那么现在韩国在主场迎战中国的比赛进入到了赛前演奏国歌的仪式，我们来看现场画面。好，在演奏完国歌的仪式之后，两队还有热身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其实在中国的部分今年改成了红蓝两队这样的一个44人大名单培训，分成两队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中国在最近的篮球的一个是不是有点陷入低潮，有点起起伏伏的感觉，在前几年的时候。对，因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有姚明、王治郅这些都超过2米2、2米1十几这么年轻，这么高的一个中锋，而且很灵活。但是后来出现2米2的中国的中锋，基本上都是变得非常迟钝，偶尔出现易建联这2米1的一两个。那王哲林算是有点称职，但是在国际赛他可能打得不是那么好。那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中锋群出现问题了，那反而是他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后卫，然后出现很好的后卫，在中锋群出了问题之后呢，那你的射手群又没有像过去的胡卫东那些定点距离又那么准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在亚洲的实力真的大打折扣非常多。所以这些中国现在目前我们不难看出，他不断的在培养年轻的新秀，是不是有机会上来？包含我们现在也得到一些讯息，包含这次李兰教练他的儿子。2002年出生，15岁，现在已经2米1十几。然后2003年还有14岁，还有两个2米1十几的，就不难看出他们不断的在这个高个子上的一个需求，而且会讲出这三个人物，是因为这三个才是灵活的，那不灵活的可能又更多了。没错。好，那来看到现在两队的先发阵容哦，在中国的部分，其实我们从名单上面来看，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是5号的方硕，11号的刘志轩，17号的孙明辉，以及23号的阿布都，以及31号的王哲林。哦，这样的一个名单排出来，其实相当年轻了。最老的就是方硕的27岁哦。这样的一个阵容，今天要面对到韩国队这样的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成熟，加上身材又非常好的一个阵容，要打起来真的是有点辛苦。所以在国内其实也有很多专家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名单其实今天要对到韩国要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点难度。对，尤其韩国又是真的是精锐进出啦，而且他在这个本身他又这么刁的一个情况下，难怪在这个之前的访问当中，李楠当然会讲到一个已经感气势已经落掉了。再加上韩国在自己家里面办比赛是全世界闻名的，只要在自己家里办比赛，它的胜率有高达78%以上。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再加上中国他有意要去培养他的一些年轻球员，所以这场比赛我想对中国来说，他因为这组有香港，他无所谓，他会晋级。对，所以他以练兵为主，所以这场比赛他能够练出多少他的一个兵，对中国来讲这是他的一个要的东西。好，再来就是要看到韩国队的先发5人名单。来，同样是1号的朴灿熙，加上3号的李正玄，搭配11号的梁熙忠，以及15号的金钟奎，以及41号的中锋吴世根。哦，那这也是前一场比赛排出来的一个先发阵容。那全准范还是排在替补出发啦。那前一场比赛也是从替补上阵，但是表现是非常的优异哦。是韩国一直以来就不缺射手，所以他先发替补其实上来的功能性都不会差太多。再加上他所有的打法，其实全国从国中、国小、高中、大学都是一样的训练方式，所以上来的衔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那在这一组里面，在从上次在纽西兰主场韩国赢下来之后，如果这一场再赢下来，我觉得这组韩国很有可能是变成分组冠军的一个直接挑战的下一轮。那在世界杯资格赛的赛制哦。
那 ABCD 组四组有四支球队各取三支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那么预赛的成绩会保留。那 A 组是要跟 C 组和前三名合并成一组，然后 B 组跟 D 组合并在一起。那既然谈到了 D 组，也可以来谈谈，其实在预赛的时候，其实伊朗这个亚洲的新兴强权，结果在这一次的这个输给了伊拉克，这的确是让人家蛮意外的。对，伊朗现在遇到问题跟过去中国遇到问题是一样的，在伊朗的黄金世代崛起之后呢，整个中国的三塔瓦解了，那中国的年轻的新秀高个子又不如人的情况下，当然丢了金杯，甚至常常打不进四强。但是呢，现在的伊朗也看到他的黄金世代准备要退休了，他必须要培养新秀。那培养新秀一定会有阵痛期，但是他阵痛也太痛，他竟然连伊拉克都输掉，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一方一面呐、啊。所以伊朗，我想现在整个伊朗协会的篮球协会也是很积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换血不能换得太久或换得太痛，一换得太久太痛，那可能就会一蹶不振。没错，好，比赛要正式开始，主场的韩国这次在高阳体育场来进行比赛，面对红色球衣的中国，跳球之后，第一波的进攻机会掌握在中国的手上。防守，切入之后没有人防守，结果上来也没进。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害羞了。对，不过这一场球赛，丁彦雨航没有排在先发，其实让我有点意外。哦，在一开始，现在又抄回来。选择踩在三分线上，两分球出手也没进，在篮下抓到进攻篮板球放进两分。31号的王哲林，这也是在这个中国红队里面呢、啊，最有唯一有身高优势，而且篮下的单打脚步跟经验值是最好的一名球员。50根，做了个单挡之后也要挑战禁区吗？没有，传出来，切入之后差点发生失误，外围的出手在自己家主场第一次出手就命中。而且韩国的球迷也很可爱啊，只要他们的外围空档一出现，全场就欢呼。他们其实国人都知道，我们韩国人就是三分特别准，对，所以他们只要一出手，其实他们基本上球迷都很疯狂，而且有大概十足的把握会进啊。对，那如果到菲律宾持球就疯狂，他就是要单打。吴在熙交给吴世根，想要走一个欧洲步造成的犯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韩国的中锋群在这一次让李楠会害怕的地方。吴世根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优秀的中距离，跟这一次你看他快攻一个拖车的欧洲步站上去，造成对方中锋补防不及，只有矮个子来做一个协防的动作，对，然后造成犯规来罚球。我们看他这一球已经到了禁区，可是中国的中锋两个都还在后面走，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前锋的脚步真的是不容易。其实我们在说，其实你很认真的去进攻，让对方的防守疲于奔命的时候，其实对方防守疲惫，相对也会带动你的防守有力。为什么？因为他进攻的时候体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对，所以其实你积极的跑动是会让对方体力不断的流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两端其实都是很辛苦。所以注重攻也不对，注重守也不对，攻守均衡才是一个球赛胜利的方程式。哦，但吴世根在前面两次罚球都没有罚进，所以现在还是一分差，3-2。孙铭徽直接切入上篮得分，哇，这球打得也是非常的漂亮。吴世根中距离假动作之后要找队友传球，李正玄出手造成犯规，哇，31号王哲林又赔上了一次犯规，这时候要让韩国的球员罚三球了，这个犯规就有点不太值得哦。不过这一球整个重点还是在吴世根身上，他都会把自己拉到禁区以外持球来做一个单打，当他不能单打的时候，他就会做掩护来帮射手群来做个掩护。那我看到这一群一个成功的掩护之后，逼着王哲林只有出去来封阻这个动作，不然又是一个大空档。哦，在过去两队交手啊，中国是28胜10败啊，所以在赛前哦，徐宰教练也访问到的时候，他也说了，过去他输中国输太多了，是这时候他不是球员了，也应该要赢回来了。在徐宰那个年代啊，基本上都是他要拿冠军的，对，所以他拿冠军几乎都被中国给拦截了，没错，所以当然很痛啊。那我们讲过，过去
输了那么多场，打过那么多次，好像几乎都是在可能对五年级生非常熟悉，应该都在冠军赛，那甚至四强赛的时候，对，所以对到中国，当然韩国他有很想赢他的一个信心，尤其这一次中国派出来阵容又不是那么好，又在自己家里面，我连柳西南都宰掉，我还不宰你这个所谓的中国，好像是半个二军一样的，哦，不过在赛。今天的比赛看起来，一开始中国反倒是都是由后卫来发动进攻，中锋反而是拿不到什么球权啊。对，因为其实可能不难看出，李楠教练在这一次也是有所准备。他看得出他中锋可能在这一次并没有完全优势，他给后卫大量的一个持球攻击的一个机会，所以他的后卫群自然而然信心也就上来。所以不难看出几球的切入，包含刚刚一直切入来过了对方的后卫朴赞熙，那他的一些。这些动作看出来他的企图心非常非常强烈，否则全部都靠中锋，那可能这一次的中锋你也没有特别优秀，那你就没有任何优势。6-6，孙铭辉也是来自浙江广厦，是林志杰跟刘琛的队友。秦钟奎、李正玄的三分外线，这一次没有被犯规就投进了。到目前为止，韩国打法都非常的明确，不管是。两个中锋高低中锋位置，两个人拉出来都是做跟前锋做个 handoff， 帮忙掩护来做投射，而且都非常成功，造成对方犯规跟有三分投进。刘志轩交出来，孙铭辉第二时间出手也进。哇，在今天来到了韩国的主场，感觉起来没有声色，没有害羞，没有紧张啊。哦，这两个人小组搭配造成了犯规。金钟奎要上到罚球线。再来看一下朴灿熙的过人之后 pick and roll 交给了金钟奎，这也是朴灿熙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在过去大学就已经是韩国寄予厚望的一个后卫，可是他很可惜在中间的过程中他们出现一个不老神话叫梁东根，这个是过去韩国队国家队后卫，而且打到34岁还可以拿到他们的一个韩国职业队的 MVP， 所以他基本上有些时间是被他重叠位置重叠，而且他又大他5-6岁，所以呢朴赞熙在整个国家队可能有表现机会几乎是比较少了一点，那在他退休之后他才有机会站到韩国国家队先发控球的位置。10-9，刘志轩、孙铭辉拉得非常开，跟王哲林要来做一个 pick and roll， 没有挡好，最后裁判响哨是吹了 jumbo 真球。这是中国国家队后卫的一个经验不足的地方，那个小小的空间钻不过去，不过吴志根也很清楚啊，你要过去直接把球抱住，把你停在卡在那边，所以其实中国国家队后卫在这几波的攻击看得出他的一个年轻的爆发力跟冲劲，但是处理球的经验还是稍嫌差了一点。那球权是来到了韩国队手上，朴灿熙、金钟奎在罚球线附近弧顶位置，朴灿熙切入之后再给球，给的还算不错，但金钟奎没有拿到，给的有点低了。对，有点低，有点前面，不过打法一样啊，一样用中锋在外围的一个策应，然后再做一个跟进的一个动作。但今天看出来中国就是标准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本土打法，跟我们前面看到对上韩国的纽西兰有点不太，球风就有点不太一样。对，当然因为这几年 CBA 我们有在看的比赛都知道 CBA 喜欢一个小老外一个大老外，所以呢几乎所有的本土球员啊都是靠这两个老外在得分，然后去这两个老外打的零星以外的球来捡球直接投射，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除非你在球队是一线的球星，否则你很难去跟老外来争这个球权，所以大部分的球员基本上在球场上好像是有点变成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处理球的时候国际赛他们就出现很大的问题。50根切入要交球，金钟奎上来得分，也拉开到三分差距，12-9。哇哦，这个动作就比较大了。对，连续几波这样的对抗，然后哇，对方身体被打倒在地上，起来也是真的是不满。你看他手直接往他脸上，哇，往上喉咙直接卡下去啊！西奥的梁熙忠，那么也是队长，
那当然被打倒起来，当然是要垃圾化一下。对，尤其又在人家主场，气势不能输。是23号的阿布都沙拉木，哇，这个名字很长啊，新疆队，新疆人，21岁的选手，难怪这个气势真的是不能输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比赛啊，正式赛以外的所有邀请赛，中国的一些比赛在打群架的机会非常高，所以。如果这还好是 FIBA 比赛，要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邀请赛，甚至亚锦赛，可能就干起来。我想在中国 CBA 自己本土的球员在打的时候，都很常会打架了。对，而且很悍，打到武警都要进了。刚刚被卡到拐子阿布都，这时候伤到罚球线。我第一罚也没有罚进。不过有些球员是这样，他本来在进攻的部分，他本来是温温的，被打了一拐之后，燃起他心中的一股怒火，他开始带球就往里面冲。但是两面刃，有时候呢，犀利呢跟莽撞就在这一线之间。对，12-10，李善熙同样的招式再给了金钟奎，摆了大力了一点。对，很简单一个 pick and roll 的打法。孙铭徽一条龙给地板球到了禁区，阿布都差一点点发生失误，方硕拿到球之后交出来，阿布都的三分外线出手有了。我们看到连续几波，自从阿布都被干了那一拐之后呢，开始都是在毛起来攻了。对，韩国这边反攻也非常快，金钟奎50根再把球交出来，肌肉的碰撞，外围的出手，李正玄又进了。所以就是很简单的打法，其实吴思根很清楚，他现在都只是吸引策应的角色，他还是要把球传给射手，不管是前几波的 handoff 跟这一球，他单打看到底线的对方球员已经来协防，马上传给对自己的空的队友一个大空档投射。所以不难看出，吴思根这样的球员，他不管是自己得分也好，或者是他洞悉球场上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好，这时候场边把20号的西尔丽江换上来，是把5号的方硕给换下去。西尔丽江在中国队当中目前看起来是正宗的老将，26岁。对，我这一次也入选了中国男篮的红队。这次新疆队的代表球队的球员入选了4位啊，那应该是上一年他们拿到冠军有一定的关系的。对，15-15，双方在第一节打得非常拉锯，釜山西，而徐仔在这场比赛里面的调兵的方式感觉起来就比较保守了一点哦。吴思根面对西尔丽江，当然就是打了。是，吴思根很清楚嘛，对方如果是中锋手，他当然是拉出来。遇到一个西尔丽江这种矮个子，他不打。其实我就一直很欣赏这样球，其实我一直觉得陈冠权应该来学学吴思根那个打法。他打法非常的聪明，而且脚步非常，当然陈冠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身高也差不多。那我们中华队这个小胖在前天的比赛打得非常优异，如果他在这个国际赛经验可以多吸收像吴思根这样的打法，会帮助中华队很多很多。16-15，双方罚球线两罚都进。西尔丽江45度角，然后给球给下去，阿布都，结果这个传球发生失误，很成功的一个2-3区域联防啊，韩国的招牌区域防守。50根，哦，这个勾射没进，拨出来 low rebound 回到了韩国手上。釜山西再叫50根上来 pick and roll， 吊大脚。给了前面投进2颗三分球的李正玄，但被盖了一个火锅，但吴思根在篮下补进2分。哦，在场边应该是想写吴思根的名字，是应该，哦，这韩文我们大概，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在喊他的名字，没错，吴思根这么小的一个球员在篮下直接拿到2分，真的是不容易，想要用3分还颜色没有问题。
哇，中国今天打起来外围的发挥，在三分球也投进了三颗，而且是投三中三耶。对，不难看出整个中国的后卫群在这一场球赛应该是得到教练的一个无限开火权了。回到一分差，19-18。李宗铉来单打，裁判响哨。哇，应该是 N1 的球啊。对，但裁判应该是要来看一下裁判的判决哦，是看是之前还是选觉得是净算，是否有连续动作。嗯、球差点掉的情况下被拨了一下。哦，可是这样的裁判看起来他两分算，两分净算、哦。对对对，因为其实现在的新的走步规则，从我转播这几场到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裁判在吹走步了。嗯，好像几乎没看到。对，因为在他打这一球收球的时候，他的基准脚已经踩了一步，然后再踩两步，在过去可能会被判走步或者是不算的，但是在新的规则这是合理的，所以就变成一个连续动作。应该是进场过早，所以再重罚一球。那今天韩国的罚球9投6中，好像有点不太准的感觉。对，因为有两球是无私，跟一开始的两球贡献没进。对，再给一次机会，李宗铉就罚进了。对，李宗铉这名选手跟崔俊勇是高中的同学啊，那高中来自于韩国的景福高中，他跟崔俊勇两个人联手带动了3连霸，在当时几乎是横扫整个韩国的高中。22-18，场边出现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见不散，耶！暂停回来，要回到比赛，22-18，4分的差距。那我们刚刚也观察到，在暂停的时候，中国队的球员就是哦，故意把战术板给挡起来、围起来，不让镜头来照，很有趣的一个动作。这是国际赛，大家并不愿在，毕竟行政的支持，大家会用摄影机去照你的一个战术，然后间接的去传到对方的教练手上。那当然地主有这个优势嘛。那莱克的球员他绝对也不是无暇哈蒙，他绝对也知道这种状况，所以教练可能会在之前就指示球员全部围起来，不要让对方镜头去照到你的战术板。回来前面中国的外线出手没进，给了韩国队这一次的出手机会也没有投进。前面推进的非常快，2-2的机会给了外线，丁彦宇航的三分球一上来就把握住了。对，丁彦宇航今年的夏季联赛也到了整个美国去挑战了，不过在这场球赛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先发，也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地方，因为丁彦宇航毕竟是在整个中国的青秀里面算是非常看好的一名球员。连拿5分，中国队在靠着这一个反快攻，现在是反倒领先了韩国23-22。哇，那打到现在，阿丢你怎么看？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而是取得领先的一个原因？对，很简单的一个李楠很清楚，他这次的中锋完全没有优势，他大量的让他的锋线群去进攻，那其实中锋就变成去抓篮板的角色，所以当你的锋线群开始毛起来攻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信心就不一样，跟韩国的后卫群对抗就不会差太多，毕竟身体素质是一样的，所以当身体素质是一样的，你说技术再怎么好，其实打到国家队大家经验值可能不会差太多的情况下，那身体对抗硬碰硬的时候，双方打起来就是五波，但是到了下半场就看双方的体能跟球场上的一个解读能力，看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比较有机会赢球。希尔利江在防守的时候的犯规啊，也进入到加罚状态，所以让李正铉也上到罚球线。李正铉在前面投进了2颗3分球，目前已经得到了10分。不到目前啊，孙铭徽啊、方硕等后卫都打得不错，那逼得崔俊勇到现在都还没有上来。但丁彦宇航这个200公分的身材上来以后，我想韩国队到现在还蛮沉得住去，把上一场对纽西兰打得非常好的一个200公分的后卫崔俊勇还摆在板凳席上。外围丁彦宇航，吉尔利江再回给。看丁彦祥这个200公分的身材做这样的运球动作，然后三分出手，这个条件真的是非常好。在篮下的进攻篮板球，中国现在把握的相当不错。16号的董翰林也有210公分，今年26岁，来自上海。哦，这个转身漂亮，一个假动作之后造成的犯规，裁判吹的是违反运动道德。
这会不会是主场哨呢？因为他从后面追过来打，就看看如果这个是在中国的场地打，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从慢动作重播来看，好像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哦。哇，裁判可能是认为丁彦祥下来的时候双手完全是要把对方推掉，对，那个是往下毁的一个动作，那可能裁判认为这个动作是稍显大了一点。不过裁判也很清楚了，因为是在韩国的主场，如果今天在中国主场，这个哨音可能就只是一般的犯规。李宗璇上到罚球线，两罚都进。我们刚刚还在讲说韩国队九罚中率好像是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可是换过来如果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哇，九罚中率命中率 好像不错。对，所以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跟韩国队可能胜负都有，但是为什么韩国赢多输少，我想这个命中率是两队胜负的一个关键。李宗璇再切入到禁区没进，但季仲奎跳进来放进两分。这两个双塔在韩国队这几年来真的是非常可怕，如果李宗贤的经验再上来一点，这两个双塔未来是亚洲杯各国真的是非常害怕的两名人物。好，第一节剩下十秒钟不到的时间要结束，也犯上一规，但还没进入到加罚状态，剩下7.1秒。28-25，三分差距。丁彦宇航面对防守，向后的跳投，裁判响哨要上到罚球线，剩下0.7秒的时候，200公分做这样 crossover 急停跳投啊，这个动作跟他的身材条件，我们台湾大概过去只有田磊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但身体的壮硕度，田磊跟他似乎又差了一号。上到罚球线之后，第一罚没有罚进。我第一节到现在啊，28-25，就不难看出两边都是用锋线型来做一个主要的攻击，所以这样的有三分、有切入、有快攻，这样的分数才会上来。那似乎也相较之下，两队的防守似乎出了问题，就是感觉都没在手了。对，两边都在拼进攻。好，那么在第一节的比赛，28-26，在主场的韩国队以2分领先了中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第二节的比赛。第一节结束，28-26，韩国领先2分。那么中国可以紧咬比数的关键，应该也就在于他们的3分球6投4中，2分球是8投5中，整体命中率有超过60%，将近65%。对，今天还跟得上韩国队。那进入到第二节的比赛，那对于韩国队来讲，他的防守就必须要更加强哦。对，因为两边好像第一节都在拼进攻了。那李楠教练也非常清楚，如果我跟你像过去的中国打法由内而外，那我的分数势必上不去。那我跟你拼防守，可是目前中国的防守脚步似乎跟不上韩国的脚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李楠我就跟你用锋线来跟你拼进攻。那拼进攻的情况下，就造成第一节那样一个高比分，比 NBA 还高。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看谁先熄火，谁就会输球。那不难看出李楠教练在这场比赛真的做足了功课。在篮下卡位的时候又出现了犯规，那这时候在第二节反而是终于是把崔俊勇给换上来了。对，第一场对纽西兰崔俊勇的表现啊，他尤其在防守这一端他真的做得非常好，守一个3-2，从上面的干扰到下面的夹击他都做得很好，还有助攻的部分他基本上都在肩上传球，所以他的助攻带动了韩国很多开后门啊，所以他也是除了全准范以外的另外一个功臣啊。那也可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他跟丁彦宇航的一个对决啊，对，应该是蛮有趣，因为两个身材蛮像的。对，但是丁彦宇航的运球协调性速度还是比他好一点，那壮硕度也是比较好，但是传球的能力可能他会比较崔俊勇是真的传球能力是比他好一点。同学的插板球没进，他自己抢到进攻篮板球交出来，中距离的出手空心球，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韩国的中锋啊，你不管是谁拿到球，不管你多高，他的中锋只要在中距离甚至稍微拿到球，他一定是毫不考虑的出手，而且命中率都很高。那一直以来为什么整个韩国队在亚锦赛不管是纽西兰跟澳洲加入他一样可以在四强，就表示说他整个所有的命中率是他整个国家队能够在亚洲跟各个列强对抗的一个武器。韩国队现在有了崔俊勇，所以也换回了招牌的三二防守、哦、那也知道因为第一节其实中国真的是外线蛮准的，所以改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对，而且他不止外线准，中国他锋线的切入也非常的刁钻，所以整个韩国队为什么他这个三二大家一直说，哎，韩国队为什么三二守得好？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崔俊勇在上面，所以崔俊勇一上来马上做一个三二防守，他守弧顶来干扰对方后卫的投射跟传球的视野。我们就可以来观察一下中国面对到这样的一个三二防守有没有办法来应对啊。李宗璇一个大转身面对两人小勾手没勾进，哇，不过这个脚步真的是了得，不难看出他整个未来这九零后的这几个球员韩国是相当可怕。切入之后的交球出来，李宗璇切入拉一杆放进两分，两个两百公分的后卫对决啊，28-30，所以让韩国徐载教练马上喊了一个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四年哦，不过从1978年以来，其实有两次没有打进到世界杯的会内赛，就是1998年的雅典世界杯及上一届2014年的马德里西班牙的世界杯哦。那也代表，其实在这我们在赛前也讲到了，其实就是在这最近几年，中国队的篮球也在阵痛期哦。那改变了一个培训的方式，分成红蓝两队，所以来看这场比赛面对到韩国队有没有机会拿下胜利。吴世根一上来插板得分，这就是他的招牌。对，而且很简单的两人小组又给他，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清楚，他拿到球他很快的就可能洞悉到守他的是什么人，攻跟不攻之间他似乎判断非常快。另外一边阿布都切入之后的造成犯规，而且有一点对球迷挑衅的动作啊，马上双手振臂来看着球迷。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画面哦，切入之后吴世根跌倒，对，那要让阿布都上到罚球线。到目前为止，阿布都攻下了六分，而且是自从被打了那一拐之后才开始毛起来得分。我来自新疆的球员真的是很悍啊！对，不过整个中国大陆不管是北方也好，南方也好，都是很悍的，因为他们的这几年整个在 CBA 的成型之后呢，再加上过去他们在青年队啊，整个竞争如果不悍，他们就没有舞台了。那过去为什么自从姚明上来以后，他会发觉青年队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几乎都没在读书，都在打球打球打球。那会发觉这样的孩子，他上了球场以后，他退休下以后，人生几乎他的书读的不多，人文素养也不好，整个间接到影响到整个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形象。所以姚明当了一个主席后，他现在也开始慢慢在改革青年队的一个模式了。对，那阿东其实也带高中的球队，那刚刚也讲到，其实过去我们体保生好像也没有念太多书了，但是最近几年也开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了。对，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医化的时代，很多知识来源其实小孩子手机一按就知道，那你不能完完全全都是在球场上。那真的中国大陆最明显的就是乡下地方没饭吃，你只要到了这个城市的球队来，你绝对有三餐有地方住，而且还有冷气可以吹。那对乡下孩子来讲这很好，可是呢他从10岁进到成人职业队的青年队里面，一直到了20几岁30几岁退休之后，如果他没有赚到钱没存到钱，那他的人生剩下什么？几乎是零，而且是做苦力或者是做非法勾当。那对整个运动员来讲是一个形象非常伤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包含习近平习大大一个主席，还有这个接受到整个美国 NBA 熏陶的姚明，他就觉得要改善这样的一个环境。没错，哇，吴世根又绕进来了，再拿两分。对，吴世根真的很聪明，其实他看起来就很不起眼，可是他接到球，他很清楚知道马上对方守他的是谁，他很快就是得分了。哦，真的也希望我们台湾的一个模板真的可以好好学习一下。对，因为我们台湾的中锋大概就是这个身材而已，如果可以学到他这些精髓，整个中华队的内线战力会增加许多。对，当然了，你外线要先练起来，因为外线真的是完全是不行。没错，而且我个人还蛮欣赏会插板的
投篮啊、哦、我觉得这因为插板投篮来讲其实是最稳定的一个方式哦。对，因为老一代老一辈的球员都很喜欢投插板，因为他觉得说篮利用篮板，因为篮板就这么大，那你瞄篮筐就这么一点点，而且很多球员会有一种篮筐前缘的恐惧症，永远打在前面那一点可是如果你去瞄准篮筐的话，篮板的话，它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方格子，去某个角度去打一下，其实如果你做插板，那个命中率相对高很多。可是现在球员很少在做这样的动作，反而是以前老球员常常看到。没错，34-31，给到篮下，只有吴世根防守，裁判响哨。哇，韩国在今天内线的防守频频是让中国不管是后卫前锋的切入，要不然就是在篮下以多打少的一个情况还蛮常发生的。对，因为这次韩国到这目前为止守这个三二，为什么会守那么大，篮下会落那么多，也是因为整个中国他代表队他从第一节开始锋线的外线投射已经非常非常的果决，逼死的韩国这些球员必须要守得很大，才会造成内线有一个机会。如果外线如果出手犹豫或命中率不高，那韩国势必得逞，他们会缩得很小。所以破区域的方法当然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都是要均衡的。如果你一个地方失衡了，那就瓦解了。王哲林上到罚球线，第二罚罚进，现在来到一分差，34-33，韩国领先。守到崔俊勇，朴灿熙中距离出手歪了，篮板球掉下来，丁彦宇航保护住，推进的非常快，找到两人包夹。大脚是个非常大的空档，刘志轩三分外线出手力道大了，前面很快，徐兄再给全准范上来没有进，包夹之后球没有掉，但前面应该没有人防守了，扣篮得分丁彦宇航。对，当然狠狠的秀一下，不过韩国这个一抓到机会就马上一个包夹，那所有五个球员都往前倾的情况下，造成后面当然大后方就失守。当然这几年整个中国代表队因为 CBA 的发展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教练，他很多打球的观念已经改变许多了，而且速度也变快，整个训练方式也调整了，再加上他们在后卫群的训练方式跟过去不一样，已经不再是传统训练，大量采进很多美式的一个训练，所以他整个后卫群的处理球不再像过去那么死板。哦，以前感觉起来就是把球交去给中锋，然后就一般去姚明、王治郅等人去打，然后再看怎么样。对，过去的中国后卫，尤其五年级生非常清楚，只要是中国后卫只把球带过去给中锋就行了，其他你不用做。可是常常会吃瘪，就是韩国的包夹跟区域，中国后卫就吃瘪了。但今天还能够跟韩国这样僵持住，现在只有一分差距。崔俊勇，哦，没有选择出手。应该要投了吧，没有问题，但是力道大了，我感觉今天他好像有点犹豫哦。对，其实他是一个三分蛮准的一个球员，可是这一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那么多，可能是在自己的主场有很多因素，所以他不敢出，不然过去我认识的他这种他一定毫不考虑的。那看看他这一球可能在跟队友讲说可能要把他挡进去，因为毕竟虽然有队友帮他掩护，可是王哲林是210的手一举起来可能超过200-230的高度，他可能也动心到这一点不敢出手的原因。孙铭辉上到罚球线，前面推进非常的快，孙铭辉分到这一组有先发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的表现，尤其在这场比赛获得总教练给他一个机会，否则真正一个中国国家男篮全部进来说郭艾伦挡在前面，他上场时间可能又很有限对，而且相当年轻，21岁哦，今天攻下了16分，目前三分球是2投2中，命中率100%啊，2分球是3投3中，罚球4投4中。哇，这样的表现真的是让整个中国男篮会非常开心的，因为不是只有郭艾伦一个人啊，
那过去中国后卫都会被人家挑剔，但现在郭艾伦撑起来了，再加上如果他也撑起来，中国又多了几名可用之兵的后卫，再加上他原来的中锋包含周琦这些都归位，我想这个世界杯他们在整个到十六强甚至挑战八强，他们会非常有竞争力。里面李宗贤又出现了进攻的犯规啊，把球权还给了中国，37-36，现在反倒中国领先一分。孙铭徽直接交下去，哇！李宗贤只能双手高举啊，挡不住啊。对，我们看得出这个三人防守，其实很多球四个角的前锋基本上都守出去了，那变得篮下几乎都很大的空档。那这样的情况下，逼死了韩国队叫了暂停。所以韩国队在目前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该继续守这样的方式？而且在前几天他们赢了纽西兰，就是用这样的防守来赢的，所以我想李楠教练应该做足了这些功课，怎么去破他这样一个三二防守。那韩国队目前得分最高的是李正玄，拿下11分，投进两颗三分球。那在中国队这边则是孙铭徽拿下16分，而命中率韩国队在自己家里感觉就比较手有点软了，可能是在自己主场可能有点紧张哦，8投3中。那中国队这边多投进了一颗三分球，是10投4中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啊。但是整体命中率中国还是保持在50%以上，韩国则是在45%而已。那主要是韩国在内线得到球的把握度还是整个比较高，中国的内线把握度还是高了一点点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看谁能够撑到下半场，因为整个40分钟的比赛真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对。而且过去整个国际赛是打3休1，现在这个赛事白打1休2。那打1休2，大家好像是休息时间比较多，其实错了。你要想到一个移动日，还有所谓的气候的熟悉感，因为这个有时候南方北方那个气候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也蛮担心中华队，因为前天我们在台北打，还有点冷，现在到了菲律宾，马上要穿热。对，然后这个气候可能是中华队到那边必须要去适应的。在11月27号啊，那中华队要远征菲律宾的比赛，一份体育家族也会送上现场直播，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这第二节的比赛还剩下3分08秒，底线球发进来，李宗玄转身被守住，找队友全准犯，前面一次三分球出手没有投进。徐旭切入之后给球给得漂亮，哇，这是个漂亮的助攻。我们一直在聊到这个许氏兄弟上场会给爸爸带来压力，绝对超过他们两兄弟的压力啊，所以他们上场的任何一个表现，我想都是让爸爸心里面那颗石头稍微放下。哇，结果自己发生失误，徐旭的快攻切入之后要挑战篮筐啊，裁判响哨，差一点点犯规禁算。那许勋要上到罚球线，许勋所属的延世大学在今年整个韩国队的大专杯里面拿到了冠军啊，所以他在整个延世大里面担任主控的角色，也让他整个信心增加了不少。然后罚球线第一罚罚进，那181的身高，今天要面对到中国队的后卫群，其实身材上也是有一定的劣势。肯定，其实这是标准的过去中国跟韩国的差距，就是后卫群真的是韩国还是比较小，不过他已经比梁东根高了。现在则是双方互有领先，希热力江三分外线完全偏掉，这个出手空档是已经出来了，但没有把握住。许旭，金钟奎在弧顶位置，再回给许旭，假动作，金钟奎在中，哇！这球坐飞机坐得真的很大，感觉是好像有点受伤哦，这一摔摔得非常非常的重哦。哇，他赶快把两只脚踝动一动，看是不是有麻掉。对，因为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球员，而且又是韩国整个内线的一大主力啊。我们看这一球，当然中国的这名球员是不畏不急啊，想闪也闪不掉了。
那摔得非常非常的重啊，侧身这样子摔下去。那这时候中国再喊了一个暂停。不过在这一球来看，真的整个韩国的 PK No 打的法非常彻底，只要一个挡拆中锋下去，一个地板传球就进去了。所以韩国在这个两人组合做的，不管是 Hanover 也好 ，PK No 也好，都做的非常非常好。那就是在挡人的一个扎实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回想起中华队到澳洲的比赛，虽然澳洲的确身材碰撞能力就是比我们好，但是我们在做 PK No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那场比赛看到非常多 PK No， 但是并不是那么的确实哦。对，第一个我们中锋拿到球做 handoff 的时候，并没有很扎实把对方的矮个子给挡住。那再加上我们的射手群拿到球，其实基本上都犹豫了。我们在那一场看到中华队很多射手群在 handoff 拿到球的时候，有犹豫要投会往里面切，那一刹那一犹豫以后，命中率就下降了。那 pick and roll 的部分，韩国我们看得出来，他中锋挡很扎实之后，他快速的往下去切入。那这一场球再看出好几球，所有的后卫只要一 pick and roll 一进去，中锋一切就开始给球，中锋就很快就是往篮筐去挑战，所以他们打的很多这样的两人组合都非常成功。所以这就是韩国队他在这个不管是个人的细腻度跟团体的细腻度这方面，都是必须我们要去多做学习的地方。那刚刚画面上也看到金钟奎现在是下去休息哦，刚才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哦。哦，这肯定是要的，因为毕竟他也是韩国职业队的一个指标看板球星啦。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如果把他给打伤了，或者是甚至到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对，也不是大家所见到的。那毕竟他的阵中还有很多小老弟可以上来，那所以不见得在他有这么样的重力的摔下去情况下还要上场。而且他赢了纽西兰，如果这一场球赛他身体调整得宜，到下半场再出来，其实对韩国队来讲，其实他并不怕他哪一个球员下去，重点是球员要健康。那金钟奎下去之后是让李宗铉上来罚球。李宗铉也是整个韩国国家队培养的下一个新的篮下的一个中锋啦，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来，相对的也是给他一个磨练的机会。今年25岁。丁彦宇航面对全准范急停跳投，力道大了一点，弹出来 long rebound。给了中国队第二波的进攻机会。孙铭徽分数停在16分，有点久了，这个过人相当漂亮。 哇犯规计算，有点想要过人，对、但感觉韩国队的中锋补位应该是李宗铉也想要让他坐飞机的感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个其实也是有点类似闪不及，身体有缩了，但是已经真的因为球场上有的速度很快，也已经完全闪不及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也造成对方摔下。其实两边这两球看起来基本上都不是故意，就是说因为球赛都想要积极补位，可是毕竟刹车系统没那么，你可能脚刹住身体，上半身还会过去啦。上到罚球线，加罚也进，42-40，中国超前2分。徐旭换手之后，全准范，李正铉交给李宗铉，没进，篮下抢得相当凶，但都是中国的球员在篮下。哇，又来了，孙铭徽给小球，交到队友在篮下的出手没进。到目前为止，现在两队打得有一点乱。对，不过韩国的中锋真的没有那么大只，但是也真的够硬了。交出来，李正铉的三分外线出手没进，但进攻篮板球被拨掉，还是韩国的球。现在落后2分，徐宰教练在场边，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像徐宰教练也是在想说，他们的三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挥？到整场为止，目前他们的三分命中率还是发挥的不是很确实。徐旭这个向后的
投篮，投了一个大面包。对，有点勉强啊，毕竟过去韩国的后卫在那个地方都是在传球的一个动作，很少像他这样直接挑战的。哦，他爸可能看了心也脸有可能歪了一点。对，接球又被捞破，又被捞破。丁彦宇航。对，其实这一球其实你不需要想要去捞，因为对方一旦转身进去，他又是两百多公分，又这么壮的身材，又在美国夏季联赛打滚，他一进去直接挑战你中锋，你的中锋自然而然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应该要把他换下来了。对，丁彦宇航在今年。我来到了去达拉斯小牛的打夏季联赛，那在上一个赛季也是 CBA 总决赛里面的最有价值球员了。是，那整个身手当然是没有话说。那看到比他矮二十公分的许勋，大概就是打，对，跟他一样高，他都打了，更何况比他矮二十公分，而且是刚刚投了一个 airball 的球员，所以他这样子到美国挑战，其实他的心态也非常非常的强壮，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而且。在这个阵容里面，丁彦宇航应该是在这个阵容里面应该算第一人了，对，第一人了。而且真的到真正的中国国家队出来，我想他也是先发的一个人选。一个假动作骗掉之后再给进去，哦，这个球最后来到中国队上，结果球又滑掉，拦下好机会，但裁判享受，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对，这一球其实非常可惜，其实连续三次传球传到他手上，基本上可以直接上篮，但是漏接了。那这球虽然救了回来，时间到了，44-40。那么中国在客场目前带着四分领先，要进入到下半场。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哦，目前中国在两分球的命中率59%，比上韩国的47%就是好上不少、啊。那在篮板球部分，其实双方都差不多。那助攻是比中国多了3个，10个比7个，但是失误方面则是中国比较多。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中场讲评。欢迎回到 Eleven 体育家族，来看到这场比赛，韩国在主场迎战中国。那第二段的中场讲评要请教阿丁啊，刚才也讲到了韩国队其实在上半场他们的防守方面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进入到下半场，如果中国队现在手感震荡的一个感觉，能切能投的情况下，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防守呢？因为感觉起来在上半场3-2的区联防好像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一个效果。到目前为止，两队各得44跟40分，基本上这个得分都是及格的。那到目前为止，韩国就是要把他赖以为生的武器三分线火力给提升啊，否则这一场球赛，如果韩国的三分线不提升的话，因为他又没有办法掌握有效的进攻篮板，他的快攻在这一场好像也没有很多。那如果你的三分线不拿出来，双方再这样你来我往，这场球赛韩国是势必是危险一点。所以韩国到下半场，目前你的2-3、3-2这些变化防守、区域防守，好像整个中国都已经洞悉了，而且都破得非常成功，那似乎没有造成太大的失误。那如果到了下半场这些防守你还没有成效，你只有你的三分线火力可以拉上来，你才有机会。因为我上一场全准范投进了那么多三分，到目前为止似乎是零。对，所以除了全准范以外，其他所有的球员都必须跳出来。那包含全准范，他要保持他最佳第六人的一个角色上来救火。如果可以砰砰砰来个3-5颗，分数很容易就拉开。那韩国队的这样的一个球风，这一场不展现出来，我想他整个国人也在期待他们的三分。对。哦，因为全准范目前第二节打满了，但是只有出手一次，是居然只有出手一次，而且是三分线外的出手没进，留下了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的分数。我想这跟上一场的全准范有点完全是两个人啊。没有，这个都是大家在叠对叠，因为现在这一化了，大家要准备功课很容易，网络上一找，影片一找都很简单，我不用派人到现场，我光看数据跟剪接师，我总教练就知道我要守谁了。那当他一上来，如果让他出手超过了5-6次3分，那就表示中国没在做功课。那从这个数据上来看，整个中国国家队的这个功课做得非常足，然后情收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谁是疯狂射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全准范一上来一定受到了严加看管，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有效地发挥他的三分的功能。对，那既然又讲到情收，那我也想要请教阿丁一下，那明天我们要面对菲律宾，你觉得中华队对于菲律宾有什么样的一个胜算吗？我觉得不要考虑到输赢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25000多人的主场。对，没错，这个主场很夸张啊。在我以前打球，我到菲律宾，哇靠，这是3层的，这3层等于是 NBA 的主场，
台湾的球员除非打 CBA 的才有机会挑战这样的一个主场，否则大部分球员一进到这个场地你真的会吓到，哇，这是什么场地，第一个。第二个，你光是进场下车巴士，对，那个所有的球迷就对你吼叫，开玩笑，他们的人文素养也是比较稍微疯狂一点，凶悍，对，所以其实打的是一个信心，打的是一个够小，你到那边其实不要考虑输赢，我就跟你拼了。第一个，你信心度如果上来，再加上如果在明天的比赛，你的外围活力可以提升。大家都知道，中华队要赢球跟韩国队一样，一定要有外线，没有外线，你篮下大概也只有一个优势，就是 Q Davis。那他的优势是来自于他身体壮硕，他也不是非常高。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外围如果没有发挥，那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去赢球。而且我们刚刚谈到，韩国队只要一投三分，全场鼓噪。可是菲律宾的球是，他们一拿到球就全场鼓噪，他不管三分、个人单打各方面都很刁钻、很剽悍。那心理素质，如果你不健全，稍微松懈，你可能一节就爆掉了，那可能就决定胜负了。哦，对，而且在面对澳洲的比赛，其实阵中有黄镇以及周伯勋都没有上场，这个有点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蛮奇怪，因为在面对澳洲的比赛，其实可以让他们试着上来，要不然面对之后的比赛，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上场的一个经验。当然，这以总教练他的思考方向为主，当然他的训练上是否有其他的什么状况，我们不了解，但是总教练他总是希望说可以把阵中最主要的两面刃，有人是觉得说，哎，是不是周一翔他们表现比较低迷，换这些人上来试试看？可这场球赛，如果这些人上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赢。那可能总教练他会认为说，我现在必须把我最主要的权利用这场球赛，把他信心度完全调上来。面对下一场菲律宾，甚至以后去打日本，我只要把周一翔、刘铮这些的状况调上来，我才有机会跟这些人对抗。如果在这个时候，周一翔他们打的状况不是很好，把他压下去，让黄镇这些上来，可能黄镇他们也会有不错的表现。相对的，你把你的一些比较主要的箭头给压下来，是不是这也是教练考量的一点？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话，其实看这些东西都是很轻松，但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两面刃，各有利弊，但是最终球赛就是如此，结果论。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就是下半场的比赛。新义大网399无限量无限量，四季上网无限量无限量，施华往外一直讲一直讲，现在就到亚太电信一起无限量。 GT 智慧生活，好礼成三，三班就抽法国双人游，限量空流，保温杯带着走，还有日系顶级下步骤骤骤。欢迎回到11频道，来看到主场韩国面对中国的比赛，要进入到下半场。那在上半场目前双方是四分差距，中国领先，那就看下半场熄火已久的一个韩国招牌三分球能不能在下半场复活，有要不然的话又应该会被中国一路压着打。对，尤其整个你的区域防守被对方洞悉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有效压制住对方的得分，那你一直最自豪的一个三分的武器，如果再不拿出来，而且整个全国上下就在期待他们所有的射手群的发挥。对，那零星的三分真的不像是我们所熟悉的韩国队。当然了，李楠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知道你三分的一个火力，所以面对你外围的球员的防守，当然他们所有的球员已经做足了功课，就是要全力阻止你外围的顺利出手。好，那现在场边应该是有出现设备上的一些调整哦，所以比赛还没有开始。那这场比赛对于中韩两国来讲，当然大家也知道中国现在禁韩令，所以这场比赛也感觉也会延伸出来，到底谁能够拿下胜利，对于国家的一个情节应该会比较高涨哦。对，不过这是一个民生跟政治的一个角力啦，禁韩令。不过对体育来讲它很单纯啦，姚明他还是坚持他两队的一个各分轮流出赛的一个原则，否则真的中国国家男篮要派出他精锐进出，他要拿下这场比赛一定是很轻松，因为真的整个中国的人才济济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他会分成这样，他是让更多人更有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让整个国家队的球员有一种内部一个良性的竞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哦，那中国蓝队则是由杜锋带领，那阵容也更豪华了一点了，感觉起来，尤其是郭艾伦也在蓝队的部分。所以这场球赛我们一直提到说明会，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队，那说明会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表现。那当然就是把他压制住，他信心自然而然就下滑。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让其他的球员有机会轮流出赛，担任主力的机会。
给地板球，哇，发生失误。下半场的第一波进攻，韩国队有个不太好的开始。孙铭辉面对许逊，防守在右边45度角，黄哲林要来硬打了一个转身之后的抛投没进，但冲进来又回到自己手上放进2分。对，我们看到212公分的王哲林切入转身动作，虽然没进，在跟进一个篮板了、啊，真的不难看出，真的整个中国国家男篮，他这样的身材有这样的动作，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一个？哦，首先要有210公分的人。对，光是长都长不太到。过去台湾曾经出现过215的，但是也是在高中生，然后就找过他打球，但是他说教练你不要找我，已经很多教练找过我，问他为什么。我长这么高，然后医生说我有心脏病，打球可能会死掉。突然间我就三条线，然后乌云罩顶，心都凉了一半。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么好身材的人，是但是没有办法打篮球。对，身体有一个自己是先天上的一个疾病哦，但也没有办法，不能勉强。是，也是相当可惜。所以台湾是有机会长到这样的一个身材，但是就是很少了。有一年我还带学生到深圳去，然后深圳去的一个中学，他讲到两个条件，我听得我很难过。他说，咱们整个深圳区200以上就大概50多个吧。深圳区哦，深圳区。啊，广州区可能200多个，200以上，200以上。对，然后说2米110多个吧。对，这。然后他还说，哎，他有正中有两名双胞胎球员，大概200，双胞胎200，有没有听说双胞胎200？我们台湾的双胞胎通常都170而已。哦，那真的是13亿人口，对，没有办法。那台湾2300万，是要选一个超过200的，搞不好都不超过15个。再来另一个条件，你听得更神奇。他说，我们这个学校不是很支持这个校队啊，就是大概一年大概只有200万的预算。我说人民币，这里当然讲人民币啊。我说哇，一个高中有200万人民币预算，真的让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玩一个SBL 的球队，大概2/3的球技了。哇，而且他们球队在整个深圳还不是最好的球队。那最好的球队，我想那个资源更不用说了。当然，300多万。好，那回到比赛下半场，到目前为止，韩国还没有办法得分，48比40，已经拉开到了8分差距。在刚刚讲深圳的故事的时候呢，中国的锋线啊，很强势的往里面攻，造成许逊的一个犯规了。那许逊当然有点不满了，不过中国才不甩你，继续攻。对。那尤其在自己家里面，哦，主场上好像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许逊，李正玄，三分外线还是硬拔没进，拨出来，再来一次吗？没有，这一次选择切入了。结果球掉，对，这球硬打，没有靠到，也没有买到一个犯规。哇，孙铭辉大定板，但飞进来的还是中国的球员阿布都放进2分。现在变成50比48了，来到10分差距啊。50比40，第一次来到这场来到2位数的一个差距。我看得出来这一球，李宗贤防守还蛮快的。不过其他球员并没有跟进，所以造成对方中国队不断的二波篮板取分，还是要打篮下。一个转身之后遭到包夹，赶快给队友，我也没进，自己家里面近乡情怯。李宗玄跟李承铉两个人搭配，很可惜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而且这场球赛非常难播啊！李宗玄、李承铉、李正玄，哇，真的会让我们绕口令，真的是要非常熟悉他们的名字，否则都会讲错。对，林宇航又进来了，看到身材，对，是许逊刚刚 low pull 现在外围的一个单打，都拿到分数啊。对，52比40，来到12分的差距，让徐宰教练赶快喊一个暂停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面对比他矮小的球员，就是硬打，尤其是许逊哦，真的是往骨里打。现在拿到了12分3篮板的一个成绩。对，这几年来看到整个中国篮协的一个姚明主席一个智慧，真的看得出来。因为虽然身材条件不如过去，可他们整个的打法跟过去真的差很多。当然，整个中国篮球队，他过去曾经请过欧洲的美国教练，似乎成效都不是这么好。他很清楚中国的文化，还是要中国人来带队，由这些。
西方的国家教练当技术顾问，这才是最好一个完美的教练组合。否则，中国的球员你要让欧美的教练的驾驭，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对，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前锋真的是中国的前锋后卫动作都有像小球的一个趋势哦。对，不管是个人的运球动作、跟传球的观念、跟补位的防守意识，真的跟过去中国男篮真的已经成长了不少。唯独可惜的是，他们现在条件好的球员不像过去姚明、王治郅那时代这么好，而且还有个巴特尔。对，而且过去的中国这三塔真的是让大家会非常害怕的点。不过在暂停回来之后，许逊连切带头一颗三分，加上刚刚这个切入连拿五分。对，那这一场球赛崔俊友似乎这个高度面对中国男篮好像没什么优势了，所以也上的时间比较少的感觉啊，变成是许逊，尤其是先发控卫朴赞熙在这一场球赛防守似乎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目前许逊获得大量上场的一个机会。一箭穿心之后再给小球，漂亮的妙传，这是韩国传统，一个下挡之后中锋拿球再传给另外一边的中锋，他们的传导意识其实就是过去以来大家很熟悉韩国的传导非常清楚。方硕再交出来，丁彦宇航，梁希忠守到他，他也是要来硬打，造成了犯规。丁彦宇航这样200公分的身材又这么壮，那韩国派出他的国家队的大锁梁希忠来守他，虽然梁希忠他看得出来身体非常壮硕，可是跟去过美国讨生活的丁彦宇航还是差了那么一点。今天我想阿丁应该给丁彦宇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当然丁彦宇航不是只有我给他，整个中国男篮对他评价也非常非常高。而且为什么中国男篮愿意把他送到美国去挑战 NBA？因为他看得出来他也是另外一个有机会代表中国男篮挑战 NBA 的人选，所以中国这几年来不断的希望把他的球员送出去，当然也是希望他多能够多几名上到 NBA 去面对世界各国的一个强权的一个球队跟球员来做个对抗，然后进而回到中国国家男篮去为国家队来效力，这才是好事。如果把最好的球员全部锁在 CBA 里面，那他的中国男篮势必不会太强。对，尤其是今年世界杯2019的世界杯又在自己家里面打，是，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有突破过去最好八强的一个成绩哦。当然，尤其现在的主席又是姚明，他经过 NBA 美国的洗礼，他整个观念呢、跟过去的中国篮协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他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革。那这样的改革绝对是好事。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跟一个人才济济的一个大国里面，他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改革，他的成绩是一定会提升的。58-49，九分差。这个传球直接被抄掉，前面一打一的快攻，结果李正玄选择慢下来。手感现在最好的许琼交出来之后，崔俊勇还是没有选择出手。今天这是他两次在外围，其实都有不错的机会。对，不过这一场看得出来，崔俊勇好像客气的。不过这一次韩国好像开始祭出双位的打法，崔俊勇来搭配许逊来试试看，因为他其他射手群好像找不到机会出手。对，那不难看出，这个总教练派出他出来，就是因为他200公分的身材，然后他又能够传球，又能够得分。不过这一球许逊传给他，他竟然选择传球不出手，可能这个总教练会气得跳脚。可能也是徐宰教练有在安排或是测试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哦。对，许逊一个转身之后，哇，结果被盖了下来。第二次的出手，因为时间快到了，也没进，拨回来还是在中国队的手上。阿布都，他的身材也得有203啊。对，因为到目前为止，梁希忠到第一节只投进一个三分。全准犯他上来几乎没有出手的机会，所以他现在安排崔俊勇出来达到一个射手的位置，也是希望利用他的高度做一些投射。所以呢，现在许逊打得很活跃，但是不能够太像刚刚又勉强出手，不断的要去找教练想要安排的射手出来投射才对。李正玄没有机会被干扰到，回给脚踢球了。对，我们看到这一球啊，整个中国男篮他们对韩国队的三分线封阻啊，他到三分线上，不管他在你后面前面，他手都不断的摆在你头上，就是不是要打到你，我只要干扰你出手就好了。所以整个在封堵韩国队的外线投射，中国男篮做得非常的彻底。底线球，全准范回到场上，崔俊勇切入之后的抛投力道短，
让丁叶宇航拿到篮板球，选择自己来了，应该是要来挑战篮筐，没有问题，但是被盖了下来，后脑勺撞了一下，撞到地啊！但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崔俊勇上篮得分，应该是不是要喊个暂停来看一下情况啊？我看得出崔俊勇的前一波挑战啊，他200公分身材垫步往里面做，看得出徐展是希望他像这个丁彦宇航这样的一个打法。我们来看到前面这一个李宗璇，哇，直接这样子的往后倒啊，而且后脑勺顺势是敲到了地板。对啊，你看这一球，咚、哦！哇，那可能要下场来关心一下他的一个伤势啊。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一球盖的是非常漂亮啊，所以是非常干净啊，但是丁彦宇航真的是拿到球现在就是往篮筐去了。对，丁彦宇航的身体壮硕度，这也是崔俊勇必须要去学习的，因为两个人身材身高差不多，但是厚度跟强度真的差了一级啊。所以不难看出徐仔可能在这一次用崔俊勇出来打前锋，就是要让他来跟他对抗，不一定要在这一次要赢他，可是要让崔俊勇知道你跟人家的差距在哪里。你虽然有很高的传球天赋，可是你没有，篮球毕竟是碰撞的游戏，不是排球、桌球、网子隔开，所以你在这方面不精进，你怎么样在未来去跟他做对抗？目前投篮命中率，中国40投21中，还是维持在55%以上啊。但韩国39投17中，4×3，也是现在分数落后的情况啊。尤其上半场9次的三分球出手，到下半场只有多2次而已。对，现在全场11次的三分球出手。只进一颗，所以看得出徐仔教练可能开出这个特效，就是要叫崔俊勇出来投三分的。不过真的全怕少壮啊！我们看到同样的两个冲锋，一个坐飞机，一个摔到头，差点脑震荡，结果年轻人的继续上来。对，就祭出3-2的防守。崔俊勇上来似乎就是韩国要走一个3-2防守。丁彦宇航在禁区内的出手也命中。不过只要看韩国一手3-2，中国马上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进攻方式来应对啊！不管是外围投射、内线的一个空档接球攻击，或者是像这一球丁彦宇航在中距离一个接应，再再都显示出来，他们已经对这3-2的防守做出了一个功课。又发生了失误，给小球3-2的快攻没有走步，裁判响哨，应该是吹阿布都的投篮的时候造成了韩国的犯规啊。对，不过韩国所有的球员跟球迷们就觉得这一球假动作似乎有跳起来的一个动作，有走步的一个嫌疑啊。我们再来看一次，哦，应该是要再往前一个 play 的时候才看得到刚刚他一接球那个画面。对，他一接球右脚是整个抬得很高，但好像跳起来，可是左脚好像是可能有粘在地上。那这一次是让阿布都上到罚球线，阿布都到目前为止得分也超过了10分，而且抓下了5个篮板，所以够彪悍的阿布都，2罚都进，拿下14分5篮板的一个成绩，还有2次的助攻。对，罚球命中率也是中国比较好啊，18投16中。其实中国男篮一直以来定点 射手跟罚球命中率都很高，来自于他们从青年队，因为没有在读书过去。那这一批球员在过去，在姚明还没有接管中国篮球主席的时候，可能也是过去的一个青年队主训，很早就在中国的青年队训练，不断的每天长时间的训练，定点投篮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准。哇，结果这一球李宗璇投篮打到后面了，64比51，这也是13分的差距，本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差距了。韩国的三分再不拿出来的话，这场差距真的是会不断的被拉开啊！哦，有可能是拿不出来啊。对，因为这从第一节到现在，不难看出整个中国男篮整个对他们的三分的一个封阻是非常的确实啊。阿布都再交出来，方硕，丁彦宇航，方硕在弧顶位置，面对崔俊勇的防守，切入的抛投没进，但篮下有王哲林，216-12公分。就是在篮下的擎天大柱啊！今天，如果纽西兰在电视机前面看这场比赛，怎么会这样？我以为216的，为什么我就打不出来？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哦，尤其是如果面对到今天的韩国队，哦，纽西兰可以学一下中国队是怎么样破解这样的一个三二防守。对，我想可能第一场球赛纽西兰刚到亚洲，他可能还不太了解韩国，可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次韩国，可能他擒收还不是很准确，他忽略了全准范这一名球员。没错，那这场球呢，全准范完全被中国给锁住了。66比51，
分数已经来到了15分。全准翻到今天上场12分钟0分，许昕这个高抛也没有办法抛进。哎，小拉开，不过许昕这一球真的是有点脑充血，因为到篮下对方封阻，其实通常后卫这一球会选择助攻，而不是自己拉杆再投啊。这次许昕到目前为止整个经验值真的必须要再有所提升，跟过去传统韩国的后卫还是稍嫌差那么一点，不够刁啊。又是靠传球，最后交给了丁彦雨航，同样的招式破解了这样的三个防守。对，因为丁彦雨航很清楚知道他到中间中距离，而且王哲林永远摆在篮底下，只要你敢出来，下面王哲林就是有机会。68-51，分数越拉越开。许雄瞄非常久，前面有投进同一个位置，但这一次没有投进。李承铉抢到进攻篮板，再回到许雄手上，要来挑战禁区吗？没有，交出来。全准犯有了，终于对，现在韩国全队上下以及全场观众闷了好久啊，而且全场球迷在喊着全准犯的名字啊，大家也是希望他能够在这场及时雨把整个三分给拉了回来，不然这场球赛韩国要赢真的是有点难了、啊、是不是会停下来。许昕交给全准犯比了一下，给拖车上篮，哇，又到了犯规，但是摔倒了第二次。李宗铉，这个就是整个许宰教练他功力非常独到的一方，他懂得利用崔俊勇出来打到一个得分后卫，那他的高度有这样一个拖车的一个机会上篮，那再加上全准犯目前还没有真的有机会出手，到刚刚那一球以外，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改变他的一个阵容打法，因为过去我们很少看到他用崔俊勇来打得分后卫，对，那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有机会再把他拉回来，也是许宰在这方面只能说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的。崔俊勇目前拿下4分，出手也非常少啊，才出手4次，现在上到罚球线，这一波可以把韩国队的气势整个打上来啊！哇，结果力道大，但弹出来全准犯拿到进攻篮板球，所以还拥有进攻的机会，进攻时间剩下8秒钟7秒钟，全准犯力道大了，再拨出来了，威棒拨得太大力，回到中国队的手上。丁彦雨航三分外线把韩国队的气势完全给浇熄了。对，我们看丁彦雨航这一球三分外线直接出手，不难看出为什么他在中国男篮整个一个气势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就是这个原因，他身材壮硕往里面打，他也有投三分，我们看到这球全准犯马上拿了回来，投进了一个 buzzer beater， 所以在第三节比赛58-71还是有13分的差距，要来到第四节，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过去中国跟韩国对战啊，中国输最惨的一场比赛在2009年的东亚运动会，当时是输了32分。那韩国赢最多的情况下，韩国则是有输过中国44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哦。那今天在韩国队的主场，现在看起来韩国队有点气势，整个被打垮了。是，但不过有一点点小高潮，就是刚刚全准一个3分啊，对，跟崔俊有一个快攻啊，不过。当然你一个很成功的进攻，你最后防守还是要把对方给交熄，因为对方马上一个3分2分，那这一球丁彦雨航又来了，又是一个3分。对，丁彦雨航今天已经拿到了21分啊。丁彦雨航24岁，崔俊勇23岁，这两个在以后未来的亚洲亚锦赛以后，这两个差不多年纪又是200公分的得分后卫，会经常不断的被拿出来比较。哦，那今天丁彦雨航可以说是完全占了上风，对，完全压制，对，就是一个24分跟4分的差距。丁彦雨航前面投进了2颗3分球，这时候把节奏慢下来，面对崔俊勇要来单打到篮下，球被拨掉，哦，非常远距离的出手没进，但这也没有办法，因为进攻时间快到了。全准犯选择三分外线，招牌的3分球有了，61-74。只要他一出手，整个韩国感觉那个信心就来了，眼睛都有火了。哦，全准犯现在 on fire 啊，拿下8分。
现在全准犯大概就剩下这种攻守转换的机会，对方来不及我才有机会出手，否则只要是在半场的一个情况下，中国男篮绝对手都放在他的头上。对，又是丁彦雨航三分外线的出手，哇，果然就是能够挑战 NBA 的男人啊！200公分又这么壮，又能投三分，又能切，你怎么说？崔俊友今天非常客气，只拿下四分。吴世根在第四节终于回到球场上了。哦，结果吴世根上来，中锋是丁彦雨航去守到他。不过丁彦雨航的身高还是比他高了，对，而且壮硕度绝对会不输他了。嗯。许逊切入交出来，崔俊勇再找全准犯，力道短了啊，可惜难得的空档。对，两个后卫不断的做切传，终于传到当家射手。孙铭辉非常勉强的出手被封阻下来，前面。崔俊勇的快攻，面对两人包夹，犯规进算。我看到崔俊勇这样从后场这样一条龙切入，一个换手，在一个欧洲步这样直接上去挑战对方，而且进算加罚。不难看出整个韩国徐宰教练对他的一个期望，对。如果韩国的后卫许逊可以像过去梁东根这么刁，而崔俊勇这样的一名选手可以来到得分后卫，再加上他篮下的金钟奎跟李宗贤，再给一个搞怪的吴世根，哇，这个韩国的这个整个阵容是非常好的。77-63，但可怕的是中国现在领先之外呢，其实这只是一半的中国国家队。对，但是这一场球赛整个中国男篮的外线啊，真的做得非常，而且命中率非常高。所以如果要严格来讲，这一场球赛韩国输球真正原因在哪里？我想就是三分，两队三分的差别。13分，采取包夹的防守啊，裁判没有享受前面3-2的快攻，球被拨了一下，没有失误，防守把球要回来。拦挡之后，阿布都再回给方硕，非常远距离的三分球。现在人人有攻链，谁拿球三分外线来投都有机会投进，已经投进了第9颗三分球啊！这个三分线不懂的了解，这个中国男篮三分命中率跟出手次数好像是韩国的，对，你看错边的。现在中国是16投8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啊，50%。韩国只有不到40%，17投6中。哇，许逊这一球非常聪明，不再像过去几球硬上，他切入以后吸引对方的夹击，收球以后回头找射手。这就是过去韩国传统后卫一直会做的动作，所以前几球许逊那些勉强出手，就是让他老爸会气得跳脚的地方。对，哦，防守也非常的黏。孙铭辉在下半场比较沉默了一点，上半场他拿下16分，到目前为止到第4节下半场只拿5分。对，因为上半场真的冲得太猛了，对，到下半场体力真的有点下滑，而且整个下半场我们看到几乎是丁彦雨航的表现，他跳出来现在已经攻下27分了。外线哦，这也是勉强的出手，弹了2下，篮板球韩国保护住，13分。现在崔俊勇冲得很快，交给队友，中距离出手要插板，点打歪了，吴世根在将近45度角偏弧顶的位置，还是要打板。对，其实韩国球员一直以来就很传统，做这种打板的球。不过他们为什么对包含罚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心？因为他们还是保有，虽然现在韩国也很多美式的打法，可是我去的韩国那么多次，那么多年，我发觉他们的很多传统的训练，它还是存在着。因为他觉得这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根本，因为他们不会一昧的去学习美式的训练，因为这毕竟不是他们的条件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这方面他们很清楚，所以整个亚洲生态的改变，我们看到韩国他的名次不但不会被挤得很后面，反而他可以维持在4强。这就是他知道他的根本是什么，他们的条件是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跟打法。那也讲到台湾，其实最近几年也是聘请了非常多的外籍教练。那韩式球风跟美式球风，阿丁，你觉得我们比较适合哪一种？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菲律宾跟韩式的一个综合体的，因为我们个人的条件打法其实很像菲律宾跟韩国，但是命中率又没那么好，然后个人单打又没有
菲律宾那么刁，那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整个国人的篮球的看球的风气很好，可是整个球员对球场上训练的一个精神跟态度各方面，可能跟菲律宾跟韩国比起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加油。对，现在又是王哲林，哇，结果被盖了一个火锅，哇，但是后面来补防的是全准范，那个身材差的有点多。其实这一球王哲林他叫一个做一个欧洲步棋有点卡住了，卡关的球丢出去，所以脚步练得好不如长得高，随便丢出去抓一个篮板，然后再有点类似山寨版的马格雷迪的动作，他就卡住了，被打火锅抓回来直接灌篮了。好，那场面在出现的暂停，在第四节目前还是有十分以上的差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王哲林刚刚的扣篮加上去也有16分10篮板，今天中国队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抢眼啊！而且新一代的教练来李楠来带，他真的是会有新的思维进去，他不但会和很多新的东西进去，而且会让每一个上场的球员都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哦，所以也有网友就是看球的球迷也评论说，虽然红队的菜没有像蓝队那么好，但是教练把他们融合起来，却可以炒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料理啊。对，所以一个球队虽然球员很重要，但教练更重要，因为一个教练懂得怎么样把球员整合，再提升他的信心，整个球队才会完成是一个很强劲的球队。否则，一个球队光好的菜，你就像过去，中国男篮曾经有很多欧美的教练来带，而且都是在什么欧洲几胜几胜，甚至我想中国男篮花大笔的资金请来的一定是非常好的顶级啦。那为什么带中国男篮出去打，然后被大家吐槽？怎么打这样成绩？我想是文化的不同，然后再加上沟通上出问题，球员不愿意拼命，或者是打来有气无力，造成中国男篮的成绩下滑。所以当姚明一接手，他在中国待过，他也在美国 NBA 待过，他很清楚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会发觉，不管是现在中国红队蓝队哈，全部由中国人来当总教练，对外国人当技术顾问，所以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而且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84比70，有14分的一个分差。切入之后，面对王哲林不敢进去啊，比了一下，球拨了一下，进攻时间剩下5秒钟啊，吴世根要给出来了，全准范的出手力道还是大了一点，但 long rebound。掌握在韩国队手上，哦，第二次机会不会错过了。对，韩国现在只剩这样子，你不出手你没有机会。刚刚那球在右边，几乎两个人一直在玩了半天，流动到玩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对，最后全准范拿球就戳了，然后再来一个 long rebound， 他马上出手，这也是韩国现在剩下来的机会。否则现在以现在的分差跟中国男篮现在的手感，韩国队你的三分不拿出来，你真的一点机会。22投9中，好不容易来到了40%的命中率，对于韩国队的三分来讲，但现在还是落后的情况啊，73比84，虽然有慢慢在缩小啊，11分的一个差距，但对于韩国队来讲，现在三分球可能不是救命钱的，因为他们就是现在有点问题了。那如果没有三分球，要追进比数的话，应该还要怎么做？我想防守还是要更加积极的，因为目前来看，他整个韩国的区域防守2332也好，或丁能好，似乎都是守不住中国的一个男篮一个手感的。不过在这方面，是不是韩国会不会是祭出所谓的包夹防守，就看徐宰教练他怎样的一个思维，因为分数已经还是维持在10几分，但是有追进，可是时间呢会慢慢的减少，或许徐宰在最后会下这一道棋也不一定。那我们来看后面的徐宰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那各国也在看每个教练在什么东西什么时间点他会做什么事情。其实有时候球场上做功课不是只有在做球员的功课，也在做教练的功课，因为每个人教练他在用兵遣将跟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有一套思维跟模式。这个其实在美国很多在分析都在分析到这一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高水准的国际赛大家要注意看的一个要点。哦，不只是球场上的东西，其实要看教练怎么样下战术跟防守。当然每个教练每个人做事都有他所谓的习性嘛，那习惯怎么做那个大家都是改变不了的。84比73，现在也加强防守啊，但出现了犯规，剩下4分钟不到的时间，比赛要结束。那在第一个时间段也就打2场比赛，那中国赢了香港，如果再拿下这场比赛就是2连胜了。那韩国是第一场比赛赢了纽西兰之后，面对到韩国在主场，那会不会纽西兰打赢中国，然后3对比分？很好笑一个。不过这一组里面有个香港在，大家都很放心。对，撑得住，就是你要晋级，以前三名晋级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对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成绩保留了，然后你去跟另外一组的3队来做一个 PK。所以，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争面子也是争理子的战争、啊、防硕三分外线出手、哦、在二十四秒进攻时间到的时候投进了这个三分球，也宣告了今天中国男篮的一个外线的手气从一开始到现在都维持得非常好。对，所以中国男篮这样的主训其实不意外，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真的很聪明，因为如果你没有用这样的方式你看不到今天苏明辉的表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方式你看不到方硕，你大概只能看到丁彦雨航。对，那如果郭艾伦在的时候这两个后卫怎么上场对，那当有这样的国际赛洗礼，他们又担任主力，他自然而然下次跟郭艾伦组的时候他当替补上来的时候他信心也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样的中国男篮只会更强壮。哦，那刚也谈到了 A 组的前三名到了第二阶段将会是跟 C 组的前三名合并了，所以会遇到约旦、黎巴嫩、印度跟以及叙利亚的四支球队的前三名。不过黎巴嫩目前也是处于换血阶段啊，不过另外一组的三队似乎跟这一组的三队感觉起来似乎是没有办法去相较抗衡。哦，那中华队所在的 B 组哦，则是前三名晋级之后会跟到 D 组的合并哦，那就是哈萨克、伊拉克、伊朗跟卡达哦。所以我们来看到四组，我们就一段不再的谈到，就是 B 组真的很难打。是，但是相较台湾也是属于中。也是目前也在属于换血阶段啊，那其实我们先不管难不难打，这个国际赛就是如此，抽签就抽了嘛，你也不用去考虑那么多。没错，你只要遇到这样的一个比赛，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经验，好好学习胜负。当然我们很想赢，但如果不小心淘汰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方面吸取我们的教训，然后怎么样去作为下一个比赛来做准备，那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不管球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是抬头起来去面对，然后迎接下一站甚至下一个比赛，这样的中华男篮才会有机会。而且现在中华男篮其实都蛮年轻的，没错，其实都有很多机会再次在这个亚洲的舞台上证明自己，重点是自己要怎么进步。哦，毕竟黄金世代的像曾文鼎、志杰他们也都是打了非常久啊。那当然一代一定会换一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怎么样衔接的非常成功，就是我们现在中华男篮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而且除了林志杰以外，曾文鼎、田磊这些都已经33、34岁，勉强他们再打一两年，可是再打一两年，那对整个中华男篮是不是好事？因为他们一来一定以他们为主体，那打这一两年如果成绩也没有上来，那是不是你的年轻权又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假设前天的比赛如果曾文鼎这些都在，那陈冠权有办法获得那么大的机会吗？这也是我们看球的重点之一。那既然有这么大的机会，这些年轻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掌握这次机会，好好的去学习，包含我很欣赏吕振鲁讲的话，那就是一场学习，即便他已经中华队老将，他还是认为这是学习的一环，这个对整个中华男篮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思维要去做的事情。五十根抛弃了这两分之后，现在77-87来到十分差距啊，还剩下两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纯准范又抄到这一球，交给了吴世根，从弧顶位置切入进来，交给了外线，最后来到了李宗玄手上三分球没进，可惜了，不然气势就一波打上来。不过从后面这三分钟来看，整个韩国真的是如果我刚刚说的啦，其实徐载教练已经祭出全场压迫的防守，然后造成刚刚中国男篮的失误。可惜这球三分没进哦，如果这球三分进了，分差来7分，然后韩国一定会继续祭出所谓的包夹防守，整个压力会丢到中国这边，那整个战局还是有改变的可能。好，这时候徐载教练必须要再喊一个暂停哦，因为现在还是维持10分的一个差距，刚刚真的是非常可惜，三分球没有投进。那到目前为止，韩国队23投9中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而是由李正玄拿下14分，是全队表现最好的，吴世根则是拿下10分。那6号的许迅今天也有攻下12分，我想今天老爸徐载教练有这样子，他儿子徐迅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他应该会放心不少了。对，而且又在自己的家里面这样打，他可以真的是封住很多人的嘴巴啦。而且当然徐迅他一定有他的优势，包含几次他的一个 pick and roll 的传球到中锋的动作，包含他切入传到外面的动作，我想这些都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整个球赛里面他会有一些缺失会出现，可是对后卫来讲
失误为成功之母，你经过这样的失误，你不断的去累积成长，这些养分都不断的灌输到你的经验里面去，未来你这些失误减少，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男篮一个主要控球的一个角色。而且大家看得出来，目前崔俊勇虽然有这么高的身材，可是他在打球的部分还是不够刁，要到世界的舞台上他必须要再更加积极。我们知道崔俊勇这样的一个条件在韩国真的很少出现，可是我对他的了解，他其实在训练上各方面他是比较懒散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比较不适合打韩国的主控。所以在这场比赛也把他排在了替补的一个阵容里面、啊、那当然要把他排上来，其实是我觉得徐宰教练应该也有考虑到说什么时候要用到三个区域联防才会把他摆上来、啊、是像这一场到目前会把他摆上来，不是用三个区域联防，当然有做，那主要是要让他来做一个得分后卫的角色、嗯、但今天真的是比较客气哦，崔俊勇到目前为止拿下七分，当然这个心态转换啊，因为他过去几场上也是打控球，那他的心态就会变成比较不是那么技巧，变成助攻为主，可现在有许逊在上面，今天许逊又表现得不错，那有几球他接到球可以出手，可是他却选择往外传，所以就会让教练跟现场球迷气得跳脚。其实他是有很好的外线跟得分能力，可是崔俊勇在这场球赛他的角色转换他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拿捏过来，所以减少很多他得分的机会，事实上他是一个三分非常准的一个球员，但是还是希望他把懒散，毕竟身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当然是懒散最好是不要有了。但没办法，他条件就这么好，整个韩国200公分又可以投三分，又可以打控球，我想整个韩国只有他。哦，台湾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手出现了。是希望。许逊切入绕着地球跑的反攻也拿到分数，哇哦！今天的许逊真的替老爸证明了自己的身价，而且当老爸在自己家乡父老面前，虽然这场球赛很有可能输球，但是至少他证明了老爸的眼光。对，但丁彦宇航个人的单打能力更是了得，再摆进两分，现在来到29的得分，50根啊！这球放枪啊！难得的放枪，这50根这个球可能最后也软了啦，因为大概这个时间跟这个两位数的分差，他大概也知道没机会了。嗯。1分半钟的时间，那国家中国队还是把先发放在球场上哦，就是一丝一毫都不肯放松哦。丁彦宇航的切入抛投没进，自己抢下进攻篮板，那节奏也就再打得更慢一点哦。小给球旋转换超掉，直接往前传上篮得分，哇，结果也没进两个，不然这两球下去这个分差是6分，对，很可惜啊，这个对韩国队长50几秒要追6分，他的三分是有机会的，对，结果两次都没投进，对，这真的是会让国人骂死，我想这场比赛结束可能整个韩国在网络上会一阵踏伐，对，而且是不是有点心态有点放松了，对，有点放松了，对，前面又是一个2打1的机会，许逊三分外线出手力道短了一点哦，其实都有不错的机会啊，不过可惜韩国自己没有把握住啦，哦，所以刚刚看到如果三分球投进，两次快攻也进的话，就是变成追7分，剩下3分差距啊，对，这是一个分数的差距，可是 对如果这3波都进，对中国男篮来讲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嗯、但是整个中国男篮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出来他所有的球员进攻呢是毫不犹豫的强攻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罚球，所以中国男篮打球的态度跟过去以往也稍微有点改变，因为过去中国男篮可能在领先的时候就会好像稍显松散，可这几年我看到他们整个球场上的一个态度跟过去是真的不一样。今天拿下29分的丁彦宇航上到罚球线，第一罚没有罚进，再罚进一球，他的得分就来到了30分。哦，第二球罚进，所以来到了30分，所以他应该也是用表现来跟哦李楠教练讲说，你今天把我排在替补，这是为什么呢？那每个教练他在排球员先发替补，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呢、啊。我相信李楠教练是一个年轻的教练，他也非常聪明。啊，如果他要把丁彦宇航摆在替补，他应该赛前就会告诉他我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对，那丁彦宇航也是一个职业球员，他非常清楚，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球员，他知道教练有这样沟通，就表示有尊重他。否则这会很容易造成
主帅跟你的大将产生一个心理的矛盾。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从替补上来的丁彦雄，我们不难看出他其实并没有受到他不是先发球员的影响，仍然展现出他一个强攻强投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样的一个球员跟教练的一个融合，才是整个中国男篮最想看到的。而且他上场33分钟，其实比起先发来讲，只有阿布都跟他一样出赛时间这么多。所以一个成熟的球员不在意他什么时候上场，他只知道他上场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这才是真正成熟的球员。最后一波进攻，哇，那许逊再投进2分，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最后时间刷数据啊。许逊也拿下了16分，还送出了4次的助攻。好，那比赛时间终了，最后中国在客场以92-8111分的差距打败了韩国，拿下了分组的2连胜。那么韩国很可惜吞下了在世界杯资格在亚太组的首败啊。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